them. Mm. Oh.要怎么样看起来它像饼干？因为我现在看饼干，我现在还是这个产品包装，因为我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太像饼干，对啊，我看不太出来，而且它上面有写 sandwich， 没关系，如果还是把它拿出来，还是要旁边放一些那个，因为假设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看到 cookie 就知道它是饼干。应该要看影片前面才会知道它是饼干。单看这礼盒应该不会知道。好，没关系，那就这样吧，结束。对啊，就这样啦，感谢你。没事，他现在叫你多久要剪到？没有啊，就看我心情啊。我没有收钱，他还要要求。因为之前一年先来过一趟，来过两趟，就是跟你是一趟，对，然后前面又有一趟，对啊，反正没有住很远，是还好。如果你跟我去，都可以。